标准啊，姓名你说讲的会比以质量上面所在，然后咱会当去来开始了后，哦，对世间的代志、人生的真谛，更加有法度来去来体会了解，来到世间以真正的真谛里头。当然，你阿是修道呢，来讲起，哦，阿就是持戒为轻，阿就时间到。这个时间过去还没修到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安尼，因为无道理的引导，咱有哪个有明明一条路？我唔知啊。但是咧，今日你修到了后，伊要修明出一致，伊自我咱道理哪做者咧？当然，咱家己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咧，都了了分明，伊感情明明一条路，什么路？生死大事。所以咱常常听着讲，行尽世间千千条万条路，唯有修行不过瘾。一句话，其实你若较深入去甲伊探讨，真正世间就是安尼。啊，若无无性的先入，伊就无。啊，咱去甲体会，有影无？哦，伫世间你是做皇帝、做国王、做总统，你是高官显爵，你是有钱人到尾啊，人讲大细人分袂清。请问你来到人生，你得到什么？到底得什么？咱拢定在讲的。哦，啊，你挂一下手指吼，死去啊！吼，啊嘛，叫叫发财，或者这小面代志拢发财啊，斗一个经验啊，对啊。啊，咱定的是啥？哦，所以讲呢，啊，离好外久呢，咱台湾有一个新理啦，五十几岁，哦，啊，伊会使讲是空中飞人，就是咧拍票输，怎么赚那么多钱？但是五十四岁是叫当真，所以讲伊回头倒转来问，啊，我这么认真，这么拍拼，我赚这么侪钱，我今日是一个大头家，啊，我人生是为了啥？我真认真，甲地位拢有啊，而且五十几岁来讲起，嘛是去当，哦，去当少年的时阵，要赚足一钱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去当了西方钱。哦，啊，因当然咧，大家拢安尼好好啊过哦，无代志，啊，来听着讲，家己生到钱吼，是毋是着讲啊，拼了了？所以伫遐伊较敬畏，我感觉人生个到底是为了啥物？真正好为了啥物啊？你无地位有啦，哦，若像咱即个要选举啊，我是毋是来选一个啊官来做？啊，你做官，哦，互你做官，哦，互你逐项拢会当做。你的人生的特色，真正无啊！哦，真正无啊！啊，无的时阵呢，咱爱了解哦，因为像咱伫泰国的，伫泰国来讲呢，因为伊是教国家啦，啊，大家都包括到天然之上，哦，伊拢会以以标的为主，但是人家标的唔是像咱只讲哦，我啊对一个新人生哦是当真个样哦。可能讲，我讲可能咱大家连国地方拢有地方的庙嘛，你像咱庙也有迄个太子爷庙嘛，哦，啊一单，哦，做几条这一块，啊你较无闲，当时咱嘛是爱拜拜爱烧香啊，哦，这嘛袂当无啦。但是咧唔是咧，伊咧差不多庙里啊都庙里有代志，庙里啊庙里有代志，啊因嘛是以人为主咧，以地地得个为主咧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当然咱也袂当讲安尼，对甲唔对，这无对甲唔对，哦。啊，当然来讲呢，好是讲，哦，咱今日咱的啊参禅礼佛、上经礼佛，哦，其实真好。啊，唔过无够，你爱去学佛啦，感谢你，感谢爱学佛来念佛的心佛。爱做功课，哦，啊，当然咱有时间，我来上一个经，哦，啊，来禅定一下下，哦，当然嘛，袂当讲唔对啦，哦，啊，只是你袂使因为安尼讲，我变超生了事，那安尼就错了。无对一个不上经是会，无对一个先不是禅定是会，咱是应该了解一下，是讲伊行出去，建立个观念嘛。请问，咱若无去工作，当然，咱要是？
可以啊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咱毋通欣赏、欣羡佫诸佛菩萨的教诲，互人安尼拜安尼。他们有付出啊，都来拜啊，大家来安尼共款付出，才是利用利用的先不当嘛，就来拜啊。那是咱做不到啊，阿袂做不到啊，哦，那是安尼。啊，其实是讲爱人拜，是讲为咱去点油，啊，去点油你安怎来安怎倒去为。嘛是去做粉的，下咱做粉也是粉啊，是咱家己若无了解吼，看这人龙生死命咧，啊，咱若知影的时阵吼，华严经过讲的，众生本来是粉，咱本来爱去修炼做粉，吼，恢复本来面目倒转去，像咱即个去泰国了，看下时间到，大家就回来嘛，因为伊毋是泰国人啊，啊去敢会回来？哎呀，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下咱是客户，咱是人客咧。啊！你怎么回去？干嘛？嗯，大家，嗯，啊，大家唔想讲，干嘛回去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啦！哦，啊，伊娘咱讲的，因人未死，但是灵性未死。啊，过去修行人，其实是有一点点自由这心腹的，但是时间无离分的，讲较歹听的，食饱嘛，吃多嘛，自然歹的，但是为什么伊要去修行？咱去了解伊个道理，啊，当然伊了解有伊为着去点伊。啊，咱今日去是为着啥？为虾米咱道场拢讲个讲，咱无求福禄寿，因为咱求福禄寿，你拢用求求福禄寿，你后界再来再加求福禄寿命嘛，你交生死无关系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咱今日去呢，也就是讲咱今日去，咱个你时间用伫对哩个，用在哪里你就得在哪里，用在哪里就成就在哪里。你今仔过这身躯，这身躯会死，会啊会死啊。啊，你若过迄点命，人未死，后界迄点命会成就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啊，咱来不管啦，咱太无解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尤其是咱伫世间，哦，拢是生缘变成碰到的代志，会较济，唔比咱今仔讲食饱，哦，啊，就只是命命，啊，无交接触着啥。哦，啊，也无牵车带住，哦，他有烦恼，他无烦恼啦。哦，啊，若安尼嘞，哦，当然就所当地较少嘞，哦，将来较少。但是咱今日世间，啊，要烦恼先天，要烦恼后天，哦，啊，当然大家就感觉讲，哦，安尼有代志足济安尼嘛，哦，啊，因为咱会当地，啊，你若是借着道理来考验咱的心灵，但是啊，下有影嘞，去教教教嘞，哦，啊，结果嘞，唔是。唔是办公室啊，只是伊个唔是啦。你到时咧教人家怎教，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先去教人讲，咱有咧修因缘的，咱爱为家己个利益哦负责。啊，咱讲个是为咱家己，咱感觉咱为钱，卖讲把家己个经验去做，哦，家己个经验去做。我会好去甲咱前人处教团队，啊，伊来讲的是，伊当去讲着，啊，甲去讲着讲吼，因为算讲吼，因酒驾内底有发生代志，啊，其实个是有问题，啊，发生代志到最后了解起来，就是有一个。交周杰伦因无共事，但是迄个人是过周杰伦因爸爸，哦，啊，就想讲有饲过因爸爸，当然伫伊周家的身子内底就有活生嘛。啊，你带入来了，像较早个灌骨性，上届无伊嘛是伊嘛细菌，但是呐灌骨性的细菌啊，哦，无迄个活生，所以就无这个人。啊，佮这个人的时阵呢，唔过，哦，就是出代志。啊，结果，哦，迄个周杰伦因厝内少年仔，哦，啊，伊就去，咱讲会啦，碰到当时啊来讲，碰到代志呐，难分难解哦，拢会想讲来，哦，来问一下神明，看到底吼是安怎，还是去妄想尔吼？啊，你大概了解啦，所以讲个咱人也无代志，就听看地看嘛。哦，啊，若有代志，你也行不落咧，真正行不落。哦，啊，
啊，结果咧，安尼起来时阵咧，伊就是迄、那个，就是咧要求酒家新主爱甲伊变样，爱写文言呀。啊，为虾米写伊，伊啊写伊酒家要用啥？要食面条咧，咁我讲咧讲听。所以讲，一柱得到九人七座锦江公园，一柱先得九人七座锦桥先。当不一样，确实有这一件事的哦。哦，啊，因为问题是不同人、不同人问，结果讲的是相像哦。相信大家拢知啦。哦，世间这个就是民俗，吼、哦，咱一定拢有所耳闻啦。哦，啊，是不同所在问题，结果讲的拢都是相像，佮而且为着去了解迄个人。哦，因搁去请互一评分，结果请起来拢总是相像，哦，拢总是相像。啊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咱咧想着嘛，讲咱一个尔。为什么讲咱今仔日来参班？咱的祖先因会当来参班？这是先去讲的，我嘛是我搁直接讲，相信咱嘛听声这样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若无来，其实咱的祖先若当时无求到，又搁是伫内部受灵受法的。假如讲，若咱来入班，伊对咱来，伊是一个免受法。哦，因为当时咱的祖先的时阵，无到人滴啦，是毋是？因为都是后来破坏的时阵，咱的祖先有可能无滴个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真的，只要就是讲，咱若来参班，咱的祖先会当甲咱来参班，就可以。哦，啊，若从入一工去一波阵，歹势伊嘛是爱离婚，爱分到国堂来沾这种光啦。所以讲，咧咱唔能讲哦，安怎？讲出口较紧的嘛，最好食亏有咱来解决啦。有了解无？真正，哦，莫因为我怕讲出句话唔对哦，啊，大家同我唔收了解。哦，先去讲来讲哦，当做唔对，你唔做。啊，你啊，这个就是很坦白的事嘛。可能讲中国人话，可能是西方主要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咱会明白啦，就着这个道理，啊，大家互相研究，啊，有大家感受道理的，你听道理，较会了解，啊，较会欢喜。啊，你啊，如果感受道理的，你当着的代志，你如果能解决，你会家己方便自己。你有咧感受道理，其实你当着的代志，你更加看较开。而且咧，你的心境有够，到你当着代志，你会不自然，你心境有够啊。哦，到你当着啥物事境，还是如该做的做，该做的事嘛。袂讲因而去学代志应用，所以人讲照镜练心，爱照镜力量，练出着咱对得的信心。啊，不断伫咧哦，不断伫咧考验，啊来成就咱家己。所以讲咧，每一个考验就是。让我们多一个表演的机会，而且呢，让我们心境提升的一个机会。啊，不然大家咱需要啥物行动？哦，若无发生代志，咱嘛搞我讲天气哦，袂用做，因为我袂捌心地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哦，迄、那个网络讲讲试试看，你就知道你的心境在哪里啊。啊，所以讲咧，我当然是想过来啊，当然，哦，嘛是了解咱家己，何怪心境到位，啊，不要紧。没关系，不过的所在，我们继续修炼就好。那两万多，一个点修下去的，我比以前皮肤改一点，其实是得改的，都不会改。啊，当然跟你们都无关系啦，啊，无关系袂当放弃的，爱继续的就去来修就好。哦，那两万多，是接触了嘛？啊，我感觉讲我比以前皮肤改话，比对以前嘛，我都爱修。啊，那安尼我都没有。啊，你若想讲比较紧，哦，啊，咱就知影，我都搁有对无好势，啊，我紧就出来听道理，啊，就研究研究，哦，啊，咱就再修再修再修，有咱愈修愈圆啊。哦，咱若甲像为什么讲溪流内底的石头是圆？为什么？因为石头会圆，是因为伊有水在流，啊，伊迄石头会起好沙啊，石头就会。对水流嘛，啊，即个对水流的石头，伊的石头靠石头嘛，但是靠久的时阵，伊咧角角会去伤人的所在就无去，变
所以天狗啊，内底石头是啥物拢有，就是因为你不断石头扩石头，到尾啊大变。啊，咱若伫道场内底，还是讲伫世俗内面，咱是正万变的嘛吼，小伫道场的代志嘛吼。啊，咱若不断共款安尼咧揢咧揢咧揢，啊，但是你会知咧，我甲比较清楚，毋通讲啊，我家己无清楚，啊，结果咧一颗跳跳过，歹势吼，安怎生万变的吼？啊，咱若有了解。我就照你安尼照书来练习，练，啊，咱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咱的心境提升就是定义真好，厉害嘛？你是安尼来嘞？哦，迄天下无地下无山，啊，不是平庸地主到考验的啦。过去诸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在修因，爸爸妈妈到考验。嗯。然后咱拢听过迄故事嘛？啊，伊嘛是坚持啦，啊，背后成就了，哦，五百一面之外，伊是五百啊公里去超过人之外人嘛，哦，啊，这伫咱道场就有啊，咱的万古咱的老前辈啊，咱的前辈是有道因，所以做先干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一旦真正爱修啊，尤其是即间空间转化，三朝普渡降落即间。这个是，哦，啊，咱若有把握的时阵，你咧办电视，办到几多涅槃的时阵，你讲我要来冲来行到吧？啊，真要食牛肉，看我食，真要食牛肉，那也不一定有食关系啊。哦，所以讲你这时阵，咱会当把握住，啊，会战胜，哦，把握的当下就无了，就无了对面的敌人。把握的当下，我会战胜。如果有人做，我去干做，伊就无空管经验，经验就没有空管。啊，若无你要干也是了的，没有事。啊，所以讲起来，咱一定要做个研究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个是三朝五部，咱会当得到，会当修，会当得到精油的一处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尤其是咱拢离道场遮尔久嘛，哦，咱要安怎？修好家己，阿免固化他人。别安怎，互咱的道更加更加方便，愈济人会当来训练来求道。其实嘛是爱趁即届好好啊，修好啊，修好啊，命啊。哦，阿无真正。哦，阿别会当训练家己，唯有就是咱不管家己去造就。哦，我变来去度人。哦，相信咱听足济话。哦，为拢是伫咱用内底，阿家己去找一条路。变啊，正话有甲危险，啊，唯一安尼会带咱成就家己，去成就咱家己的方向，啊，对咱的方向，啊，搁咱两个啦，你也好个呀，多一个人伊来咱来成就，伊到个经验清楚，哦，啊，伊搁多个人啊，搁好搁有人成就，你讲啦，利滚利，啊，搁有你啊，讲一只好个，吼，一只好个，伊咧冲，伊咧去，伊咧冲，伊咧去。三观，哦，啊，当然，咱若无做，就没有机会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哦，咱是当好去，哦，来训练，啊，当然，啊，咱伫这个环境来讲起咧，啊，是咱啊道场咧，啊，真正修炼，上在好一份经典，因为伊就是拢去固定修炼哪一个地方，哦，因为伊这个啊顿悟法门内底，顿悟法门要讲究个法门是不同款的。啊！但是咱今日伫个魔法内底，咱一定爱安怎伫咱修行的道路上，路袂用偏激。哦，这点重要了哦。修道理念偏激，其实就会偏掉。哦，啊，咱的修道理念无偏激，哦，啊，对有真理安尼走下去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成就。啊，所以讲这点呢，咱爱有时间啦，除了讲安尼做无用，当然会啦。新闻里面讲，买啥物人会当一百趴的，有啥物配合一百趴的嘛？或是是太困难，哦，啊，咱就家己后天无用，不要去努力，哦，啊，你先天有诶，啊，若会对一个，哦，会当来努力先，啊，若未对一个，你后天来了之后好势啦，哦，这因人来讲就这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疑问篇咧，哦，第三，啊，当然，啊，咱。啊，第二点呢，有跟过去讲，咱今个目前议题，讲到哦，这个以点心方面嘛，哦，今个议
应该是可靠饲料，叫食嘛，敢是？好、啊，啊，你啦，或是还是对即部上来底的了解，就会浅显，啊，家己会因为即了解好处好多些。哦，啊，或是想讲，佮对即、這个哦，即、啊這个无相做来底，啊，来了解的哦，来做一个研究吼。那当然，你这个相来讲起来，哦，相关心平和乐，气概平一而用修相，温节好用五宝，以及上下相宜，用节存比和国，应节降功扶衰，六言转国诸位，以于人生弘扬。哦，可靠是良药，用意必是良言，待客必是必先智慧，何断心心内为险。哦，一用相形遥遇，心得非由师之。哦，菩提子向心灭，何如向外求见？听说以自修入天堂，自在哦目前哦，殊何由？啊，这个由法先必须重视以其修炼，建处自性，一心佛道。法不相待，众人请散。魔鬼坐客，众欲有余，出来相问。时至事完了，再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佛意。啊，当然嘞，这首诗来讲起来，啊，那从这个心平和乐世界，也必须用修行。啊，心平。当然，你心哦，用你平定的心，你心的病，其实这个病也就是你会当自性用处。你不偏，你不偏离心，你不偏离佛。你不会去阻夺善，但是你不会为恶啊。所以讲呢，在你的内心内底就没有善恶恶言对立的，哪里有够平？够平啦吼！哦，无善甲恶嘛，你若去，你若有一个善，嘛是以自性来讲的，嘛会得到清净，无法度讲是病嘛。讲伫病内底，就是咱道场咧强调，所有一切都是爱以无为而为，不要执着功德相。你执着功德相，就是心无病，就是无念啊嘛。哦，啊，不是讲你今日你做个功德。哦，啊，你没有想就没有，不会这样，你放心。你度一百个人啊，吼，你度一百个人，你都卖去甲想功德观在，而且你功德较实际，因为你不是为了功德去度人，你是可怜人去度人，尤其是有道嘛，哦，得道会当超生了世嘞，迄等于身躯当高高嘞，面色更加好看嘞，无得道没有嘞。啊，你得到有可贵无？得到足可贵，真正超生了世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心平和乐之家，其实心向别人，你爱个持持者，就不用持者嘛。你叫你去做饭嘛，你嘛无可能去做饭。哦，别叫你起心动念里面，哦，动念会达到一个啊，这个哦，清净如如不动，天地都有心相。哦，当然咧，我们所做所为。在六根次六尘、六根出六尘的当中，你无因为来三心了四心六事，当下就是禅定。所以所谓的禅，就是你是行住坐卧当中都是禅，不是我来找一个所在静观哦，静观我伫遐静定的禅，就是这样。这样功夫那个无够。哦，你若无看到未相，是关键，是你看到未相，啊，你靠真加努嘛，敢是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讲行住坐卧都是禅，哦，是咱修行当中，咱会了外人，外人接受，交所有，咱讲看是有你是百有人接受，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款嘛，哦，啊，那么所碰到的代志做很多。那不用，你不会起心动念，啊，不会起心动念，你动啊，其实就是你的行禅啊，你就是在念想啊，而家你就是想念啊，不是来坐一家，无
闻听着无看着，当然啦。哦，安尼袂起心，即个有可能，但是敢有可能坐伫遐着，拢无人边啊，无人去着，拢袂无袂当然。有时啊吼，无得啊，若无用着，也着受伤。啊，若用着的时阵，即个来讲，以前发生过代志，啊，你做过代志嘛，你想。哦，啊，未来的代志，你嘛是咧想，下边餐厅其实不遐简单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呢，哦，心平可乐，世界平静可乐，心想，讲呢，这个是咱修道的功夫。所以修道，修道有境界呢，修道有是无境界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修道有心境，温即好用，无分伫即上下上上面啦吼。那当然，伫即个将即准备和睦，定即祝福无衰，这你甲看，拢都是个世界法，了解呢？这个是一个世间话，有啥物好用五分？啊，你不好用五分，咱咧讲个必先好为先嘛。你讲你咧修行，你做到偌好度啊？结果对时大人不关心，但是你咧道场讲哦，你做得很好，那个是不对的，那个不会成功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今日去以世间修养，哦，在世间去行个圆满，所以人得圆满，天得自性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哦，唔是讲我咧修行路口来道场做到足好，哦，啊结果道理，哦，啊互你会选出来比一般社会人佫较无品质的话，那安尼就非要成就出来。啊，因为你伫世间就无圆满，你来讲你成分，你唔是来道场做的，哦，你成分，哦，来做的咱的成分，伫外口所做的成分不是，哦，因为咱就是你照着你的啊。这个啊，我想自己的意的意思，你是干涉，其实你就是在修道啊。哦，其实你就是在修修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嘛是讲算是修行。哦，当然呢，以灵用灵转物储备，其实这一点是在讲咱哦，在修的当中修道的精神。转物储备来讲起呢，当然咱也想哦，为较早上届较早呢，提供就是转物起火。用一支锤啊，哦，啊，伊就是摇一个，哦，一个茶，伊遐摩擦啊，产生迄个火，诶，伊若无耐心咧，搞不好吼，搞不好迄个该火该爱有火，无火该不该火，要火起来，因为伊无够耐心，哦，所以即个其实就咧讲咱修道精神，一定爱钻木取火的精神。你当然当以良心方面，你不可能的来对，你可以，真的可以成就。啊，你若如果是无的话呢？哦，当着的啊，当着困难的，当着代志的，哦啊，怨言一大堆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样呢，你别安怎我都以良心方面，可能是啦。哦啊，当然呢，可靠是用的，灵力必须用的。哦，但是啊呢，啊。能够破到形容，用足够啊五度呢，它可以是我们的病。哦，用力必须用的，但是啊，人咧甲恁纠正。哦，啊，其实咱拢死要面子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讲咱歹吼，吼、哦，咱就甲咱赞袂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有阵时啊，要纠正的人，尽量慢慢纠正的面前讲，无必要纠正。你甲请伊听，他的感受会不一样。啊，你若当作参，当然大家来认可是搞我老婆，伊无认准，啊，啊可以就会心得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遮呢，咱一定来去了解吼，啊，有阵时啊，你甲恁讲一寡哦纠正的话，哦，啊，咱就是爱当接受，哦，啊，家己来改进，为虾米？因为咱讲不管食啥。公共食物啊，伊也较清楚，咱也是看袂到。哦，我个人认为，哦，所以呢，或许是讲，哦，伫啊这段时间来避免家己想的啦，想讲咱的前景过去的无好，哦，啊，但是人已经啊变作好，啊，其实无法的伊，就是要甲人讲，伊也是想到的好，咱这个道心感受到道理。真正来修的学道，我是要甲大家讲的意思，就是讲吼，
精力对咱人的重要，修道对咱人的重要，或者是取在这一个角，这个角度呢，哦，不拍椅，哦，不拍椅话，就是讲要宣扬咱对这个真理，贵以我拜，夫我拜。啊，我哋讲啊，人伊是变好，哦，啊，用修道来讲的，伊就是在等于变好，所以咱要互大家知影讲，无修道。这样改变的，但是目前太个人教我第三个，哦，安尼吼，安尼看啊，嘛不重视啦，因为尤其是人伊个人在地，无唔对你耳无捌，你安尼讲的时阵，我咱讲起来个感受，感觉像你安尼个多面未知识啦，哦，所以我想着讲个，啊，以后我们就比较这样比喻个，哦，咱就是以个个啊，伊都有。啊，修行学到的，拢会当去改变，哦，安尼起来，对于任何人拢无障碍。所以讲呢，有当时啊，咱讲家己吼，家己想的角度，互你讲是无唔对，不过，那会当安怎做更较好个话，是毋是还是要调整？哦，嘛是爱调整啊，因为迄是你的角度嘛。啊，人啊，从感觉讲，你因人别人的角度，感觉讲，虽然无欢喜啦，啊，唔过。可能你讲去嘛，是上好啦。伊来讲去改变一个方法了，哦，啊，安尼可以更加方法。啊，你无人讲我，你就讲我了，这叫不好的没有歹意，哦，啊，当然可能去一定做生意，哦，恶毒的伤害，哦，安尼个，那安尼是真正不行啦，哦，不行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改革必先，哦，必先第一，当然必先。当然，你个改掉了后，你领会之后，领会自己有哪个点点点之后，你能够改掉的是你第一代改吗？了解没？你有第一代一代者嘛？你若无三千第一的功，你拢爱做坏的，你也看怪操劳力。啊，但是为你好，啊，你因为你无了解，因为你第一无够嘛，你搁翻搁转的时阵，人讲吼。你来讲什么避暑住啊？讲这避暑住吼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安尼嘛足无奈啦吼。啊，当然这样也错误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改革必先第一，当然你也当去改革，其实你就是第一啊。伊安尼讲，你来讲对唔好，你甲改革比好个啊嘛。啊，你若无第一，你来讲是无耻啦。啊，管遮济，我安怎是我个代志？然后讲遮个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果断内心归结，唔对就是唔对，唔茫人讲你唔对，啊，你的唔对是属实的，啊，你个工作的理由要来磨，要来掩饰自己的，啊，你你的唔对，你果断心够改变，没有呢？哦，你真正唔对的，人家一讲，哦，感谢主，咱以后改改了，够了解。没关系，不是讲当然唔对，是唔对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就咱讲不介意，就唔对嘛吼。啊，后来知影了后，啊，就对唔对啦嘛。依靠麦哥，麦哥还就好啦。哦，啊，你唔茫讲，我人讲你讲好，你就换作一个理由来甲家己破解，迄个唔对，破无是去家己甲我讲，哦，我干呐，哦，我以为是上好的。这样来讲，你那一种。不满的心对自己，你的内心没办法来磨灭掉，啊，一起存在哦，哦，这样哦，所以讲呢，这讲讲果断是对，哦，心对理念嘛，你果断了，哦，你自己人家人讲要，要吸进去，啊，当然啦，无念，哦，啊，无念咱就，哦，当家该学，啊，不是有的，哦，啊，不然就该调整。那当然呢，一种常用标语啊，所以讲呢，这就是讲，以咱日常当中呢，我们就是二六时中哦，以六时中来对，咱就可以得到这点利益众生的事情。其实你利益把的问题也改，是不是？嗯，是呢。你若想讲个讲吼，哦，刚刚像那个必然恶言啊，你若安尼阴阳个讲话个。咱讲咱个德行，但是你平时当时，
啊，就是咱平常时啊，奉献啦，较有影。去奉献啊，早一个礼品一个吼，爱是讲吼，即摆少年爱一个来用咖啡，吼爱来用一个咖啡嘞，来用一个啥货嘞？哦，啊，伫这当中，但是其实伫咧付出的当中，其实也是造就你自己的。主菩萨刚讲的是，是不是？他拄啊，我咧讲，我讲，安尼吼，看伊关切。我阿一间佛寺，起几千万、几亿块，有够好诶！你甲看卖咧，伊就是过去牺牲享受，虚情假意啦，就像咱大家哦，咱讲拜六礼拜就是做工为了要休困嘛，但是咱拜六礼拜到来才加班，有嘛？哦，啊，咱若无休，要去佚佗嘛，咧养生嘛，啊，咱就牺牲迄种诶养生。啊，后代才会当享受着伊即卖人生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讲讲天下无敌，即个讲产生一句话是千真万确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咧，人讲利益，哦，利益吧，真正是利益个，哦。所以好些拢定咧讲哦，咱拢讲哦，讲一寡道亲啊，讲哦，我安尼报死偌济钱，我根本是报死钱，偌济好分到。样个别个来讲哦，伊个啊，这本书子比我再用我来要完一下。其实伊报书这本书，伊是来正气个，伊会更开啊。爱是伊报书伊道场个，道场刚讲根本个，大家更开，无人敢。哦，啊，其实伊报书出来，其实是报书家己个回应嘛。啊，无咱讲功德，后界新鲜、外鲜、甲世鲜是伫底啦。咁是伫咱平常时啊。如果你牺牲较济，就是后代大仙嘛；你牺牲较少，就是小仙嘛。啊，安尼，敢是你伫只牺牲偌济，就得偌济善利？是啊，嘛是较利利嘞。是你的钱，我甲欠你银行来欠你，安尼两条路呀。欠你咱世间的银行，都用到死安尼个啦，破裂等于啊。啊，迄阵啊爱用工资。哦，有就你这个国的破啦，啊，你若无欠到是怎样样？没有，没有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哦，咱利益众生，其实是利益，心都没有私己，哦，心都没有私己，不是你报私德的心都，你爱三思别，哦，啊，这句话不是讲叫人怎么报私呢？不要看错了，讲啊，心都没有私己，啊，哪有没报私啊？不是这样，意思是讲吼，虽然我是较好个，哦，啊，我你若讲要叫我报税较济钱，我冇可能，唔过三思，内底我讲是实在思，哦，这个法师甲无师拢无，安尼伊个意思，伊个心都有困难，是讲叫咱来三思辨别，哦，三思辨别，哦，所以讲个菩提之用心别可能用我方便，大家有清楚困难。对，哦，啊，咱若世间人，你唔知世间人会，咱讲会较来就是咱个方法嘞。啊，无你像世间人无修行的吼，伊拢会去参听。对一个有福吼，偌大尊你敢知影？有人对一个较灵，大家较灵，世间个较灵，其实唔在做工个，就当个会灵，无分大世间。哦，啊，你哩看伊偌在个佛像，你认伊讲？较阴嘛，那拢无人去去破坏法尊来认定，所以讲吼，人讲庙是咧信，庙是咧信啦，但人拢卖伊讲认定，对无？好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其实咱今日要成就，为虾米呢？菩提之用心，必定家己一尊佛。你若拢做佛菩萨，无修你的内心，就是你尊佛，无够佛的条件，无得你外在做足好。但是外在的福报救不了你的自性，所以我做人家讲，哦，逆境之福报足够，出离生死苦海，自性若未福报可及，自性若未满，你福报这种的救你自性未得，你不可能的。你比起我们都这样，我唔了我，你一竿躲不了百里，你比人百里，意思就是安尼。因为你外王，迄种是外王的功夫嘛，
这种重点的代志，你爱有回心。啊，为什么要回心？因为佛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自心当中啊。啊，你自心当中，你来到这所在，色心共事，众心共事，哦。那么呢，以色心共事，真心共事，一分两心，你敢爱无？你爱敢爱修持，爱修持啊。哦，啊，你爱修持的当中呢，自然对众心变心。所以讲，了咧，比伊无病啊，讲这是不是幸福的幸福的因缘如何？意思就是讲，我若伫我的身躯表现出来、讲出来、做出来，会无好的较少，代表我的好的较侪，是不是？那伫我的身躯流露出来歹的较侪，代表这个人我看啊，愚痴愚痴啦，讲做我好，讲平安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咱爱向家己的自心去调试改变，因为咱今日个一种众生是咱内在的那一种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咱爱如何升起？哦，啊，你若有法度注重这个平衡调，佮加上了个过无的功夫，强的信念，你甲想，过去主菩萨是吉祥的，要吉祥的大。哦，啊，无太大家看的关键无在拢去拜，真正，哦，拢会去拜，就是因为他有德行。所以家己呢，你这种不爱佛，你不要迷失在外在，而自己有一尊佛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安尼你家己以后跟他成就。啊，我讲的，不是拜不成佛的人。当然，我意思是讲，不拜佛哦，不要负责哦，哦，为难听了无系负责哦。我跟人讲，哦，讲个啥物拜佛的身份，啊，无请拜佛的身份嘛。你拢无改变，甲无好改变掉你的身份嘛。不嘛，甲无去做，不是你来拜伊，让你做，不是安尼，不是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吼，何如用我修的，你一定要有心修持，哦，有心去修持。听说一处修，哦，修成天道自在无。当然啦，你若会当知道心变哦，心变，当然你能怎样讲？了解的正是自己，啊，别人造就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来成就一步一步的成果。其实咱伫咧做话讲对伊，哦，愈修愈无比伊无病啊，外在愈来愈圆满，三世平等的内底，其实伊没。每年参与一项，你就是向道走一步，向无极天走一步。咱各位见见，因人你若无来，你嘛是安尼过了，到地顶上，啊，伫遐看电视，闲聊的伊，哦，啊，当然若无班，哦，啊，你若讲有班，今仔日来，其实也是你靠近到底，啊，是安尼，你成就是点点滴滴呢，唔是讲哦，我咧做一下咧就成功啦，到有咧较浅咧，哦，敢若无即个比赛啦吼，迄袂讲修外久，修一世，修过来世搭成功咧嘛，哦，所以点点滴滴，哦，啊，咱唔想讲哦，啊，消闲离不离消，无离不离，这样不行的，啊，咱唔想来，咱不打无算，迄个无算就是你咧成就啊，啊，你这项也无算，那项也无算，请问你要做啥？啊！你要去啥成就？哦，就是迄个菩萨哦，啊，我会当去做哦。那如果变讲五个，安尼只要菩萨哦，无为而克，没有关系，我来承担，我来负责，我来学习，我来表演哦。安尼咧，点点滴滴，后面我们就是成就。所以讲咧，你每走进道场一步，就是你成能够得观念，理出幻境。你若如果有家己咧靠伫即个道，哦，因为你了解，你有在改变，你有在了解，你有在改变，其实咧，哦，你就离道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到最后成就的都是涅槃。当你一世间了成就无疑的涅槃，你都是来写的，哦，或不是讲哦，阿个哦，因为得阿假话嘛，担心，这样子的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这个书啊，好，关哦，有关哦，先知先，总书以修行，
那那依着伊所讲的这首偈，那么这首偈伊才搁啊讲着伊讲着正道。哦，那么呢，伫这个所在建筑主性，建筑主性就是你要能够建性，你要能够建性。啊，咱见虽然是讲得着本法，咱知影主性是以自上主地。咱知影有一个不性，但是咱是先得，然后一定来修，爱照着讲修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有见，你有肯定，咱有一个主性。哦，你有肯定啊，你在自性用功夫，如此佛道，你是有这个心。哦，你看像即卖人无看到钱啦，拉皮。哦，啊，就想讲，啊，就食到几十岁啊，啊，就。安尼就袂了了，吼，要来打皮，要来修理一支皮，是你个目睭，你个安尼身躯修理互伊阿那多姿，你食饱就干过一身啦，灵性敢会成真？会成真啊！吼，啊，当然咱人伊要健康，当然啦，你是，但是你，你是唔通伊要死啦？吼，你个时间拢花费伊呀，吼，你的，你的。自信哦，已经高了好侪啊！啊，你个高见心，那个以后成就的是什么？真的就啊，法不相待啦，哦，法不相待，哦，你道理来对，他没有对待，哦，佛法没有对待，哦，它是绝对的。所以讲呢，从某个性命来讲呢，经典来讲呢，哦，当然，较近两千五百十一年。哦，因为佛力言嘛，泰国的人佛力言嘛，啊，到这个时阵，哦，不断的让兄弟姐妹更肯定比较经典它的存在，所以他没有对立，哦，他没有对立，哦，啊，就连请善魔鬼遮天，哦，人家做的，啊，还有个你这个所在的，哦，啊，叫大家来教育主笔开发了修己，然后呢？哦，伊就咧做这个折贴，哦啊，所以讲有疑问会当去折贴处理啦，哦啊问伊，哦啊是技术官僚的，是讲技术是一种官的名嘛，哦啊就一寡做官的，啊去参加这个啊这个法会内底信仰信徒，听到六祖咧安尼开始了，各地开悟，哦啊各地开悟了，爱安爱信徒哦。我们听一回事，做一回事，讲过一回事哦。哦，你听有了解了后，你一定要依法修持，你变了提升你家己。哦，变了互你的功力会当愈来愈提升，愈增，你一定要信心放平。哦，不要干那知影，唔要干那知影，知影就是啦，知影无够。哦，知影了欢喜了后，咱来付出一点哦。哦，变了克服，哦，安尼来做。那当然，伫遮咧啊，或是啊，伫个内底哦，伫即几项咧啊，或是去叫咱大家哦，去进一步哦来做一个了解吼。那当然，伫啊心平来讲，心平气感，心平就是气感。啊，我来讲，伫咱内心内底哦，伫你六根触六尘的当中哦，六根触六尘的当中，你不起疑念。心平，即使在当下，你就是纯正。你当下内底呢，其实你就是一点期待，因为你没有幻觉嘛，因为你清楚嘛。哦，你不是看到起心动念，哦，那个人哦，那个是歹人，哦，那个人害鬼哦，那个人安怎如何？佮鬼是讲哦，是害鬼，你是对你有哦不好的，你会当讲伊六根四尘，当你看到听到当下，你的心不起疑念。那也不改，哦，这个不是不改，但是呢，不是因为改，你心病，是因为你心病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有用到实际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你这个所在呢，嘛就是讲，哦，以这两句嘛就是咧讲咱修行实修，哦，咱实修啊的这个功夫，咱修得爱真修行。啊，真修实练呢，唔当讲变个心内边，你要照定练心嘛。你无照定练心，你来怎个心内边变？当然啦，无当一个心，我变啊。哦，我感觉好闷。
收了袂歹，这生意你无当着，你会你会感觉你收了袂歹，啊，你收了袂歹，就是你心地不起一个恶人对你善恶好坏。哦，啊，当然你当着的当中，咱即款来讲，你当着的当下，你了了分明，啊，你起个疑念没有？你起个疑念没有？哦，你若起一个念的当中内底，哦，就一定失去你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与本来的迄个状况。所以讲不输这个，不输哦，进步嘛是，但是咱啊平常的本来的。没有对的，所以我们在咱修行的内底，咱有啥物用的？尤其是咱是在家修，哦，咱在家修，碰到啥物人有？那讲一条一起拜嘛，你你碰到的人，哦，啊，因为人甲人的之间内底，伊的个性看法无同款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所在，你拢有法度能保持你心平，无为着好人歹人、好事歹事。而动一念，啊，而动一念，当然呢，那就是所谓的如如不动。啊，如如不动呢，哦，所以讲，那个，咱若愿意了解，不是咱无得着无好代志，是有，只是你得着了后，你家己清楚，哦，啊，唔过你袂去的，我真讲了。哦，你袂起劲就从今仔日到咱咧想，哦，咱若较早根深蒂固，你欢喜都了解，相信上帝一定加保佑啊！哦，讲袂有啥物代志，结果有一天哦，啊，着万讲发生大代志哦，你若感觉，你会感觉讲我着袂做代志，安尼不使我咧做，其实一般都嘛，也袂保佑，哦，袂保佑。如果你若是执着的观念的当中在。其实就会有很多烦恼，但是当你明明白了解的当中，当你当着的时阵，当着逆境的时阵，你清楚，你知道，哦，你清楚了解有代志啊，但是我不急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我面对后面咱面对去解应对，哦，咱今日就用。拢有代志啊，当着代志啊，按借钱啊，还是讲出去啦，吼，搁车客运来，啥物代志啦，吼，安有，但是你拢知影清楚了解，你面对不起伊个，哦，像即个，咱迄个，哦，迄个主要嘛即代志嘛，哦，啊伊一家到我十七个拢死底个嘛，啊你若像安尼啊，我讲较歹听，我看吼是叫个扯。对，哦，为你啊，太安尼啊，哎，十七个是八个嘞，哦，啊，当然真，伊真实的经验是，唔是讲上界清楚的啊，哦，牵涉起来袂嘛就好。结果嘞，这个书记甲伊两个囝去到台东，因咧举行公祭，哦，当做咧公祭，迄公祭做咧公祭，哦，爱书记家属的部队啊，哦，啊，当然。有意无意，当然应该是无意无可能表达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无意的当中一定发生啊，艰难艰苦，那嘛是艰苦啦。真正诶，二十八人啊，去受伤卖苦哦，哦，头去袂艰苦诶啦。啊，伊司机嘛足艰苦，规个话着老实在。哦，啊，伊迄个一家口十七个姊妹个，我伫迄个旅游出去，哦，啊去台北。哦，去房车啊，倒转来坐飞机车，干那要倒去台东啊，倒去坐个接待，结果人伊个伊个女儿就讲吼，起来站起来，我不会，我往那里讲吼，我没有会，好，按你好好保重，我会把真相找出来。伊蛮加工起来，是完全属都属伊个问题啦吼，他整个过程牵扯起来。其实真愈来愈简单，其实千万问题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我讲，伊安尼讲，我讲伊无乖，当真咧心哦，当着代志啊，但是无因为安尼，我对这人有情面嘛，哦，
啊，所以讲，你这段用心到底，不是无发生代志，是伊心底，他就这样应对，面对现实啦。讲一句较的，你真去甲拍死，是死。哦，啊，当然会死，当下足生气，当然会想要去反击，会是安尼啦。哦，但是伊有法度能够安尼做到这种的心境或者其实的影片啦。哦，就刚刚。定讲的不灵灵啦，我当然你讲的，你讲一万块一百八十几，啊，真蛮敢你讲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的这所在，哦，那么跟你感受到，为什么白白的修的当中，哦，蛮多无代志，啊，敢是真正无代志，敢是，是因为你有代志，但是我不急。了了不明啊！你若无好到伊，他毋知；得到叫伊，他毋知。但是我无条件得到。啊！伫这个当中内底，他知心，我如果清楚，即使他吃亏，哦，吃亏，哦，他被诬赖，他也。那这样的心境，那种意境真的太高了。啊！其实伊咧想咧，无非就是慢慢慢慢，变他恢复到那一种如如不动，不起恶言对立。好诶，好到歹地，我是唔甲想，毋是我无知觉，是我有知觉，但是我心平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咧，哦，嘛就是咱修行不断的这个切磋琢磨，哦，啊，慢慢往这个方向，所以咧修咧，咱爱无人疑问，咱爱讲，咱爱无时间，咁样，确实性就是讲有当。不小心去把人触犯到，有人家咱可以学习的时间、学习的时间跟机会，卖一种赶尽杀绝。哦，为人我讲话讲，你若对我无敌，我会当理直气壮；但是你若当理直气壮，你的心境搞得他，有人哦，我可以理直气壮，即使我会当全力胜强，我无目标，但是你不理直气壮，你是理直。理直气壮，啊！你的心境哪么快？啊！相对你心境较快，你以后成就敢会较快？会啊！成就看咱的心的啦，不是看我啊！这人好点啦，这后来还大大弱者，迄副无安尼的，伫先天内底没有这样的我面前啊，在美国，这就是爱自己最大的一点弱者啊！啊！你也看没有这样？这个世间哪个你啊看，也唔捌二哥安尼做事，这个三弟弟都歹到要命，这啊你看这比地较好啦，就变袂人安尼啦吼。哦，我是看你内在哦所成就的而成就你的。那么呢，得这个得，唔是出得的得，唔是讲哦弯曲哦的直曲的得，唔是讲得会较弯的。而且的定呢，伊就是讲爱贪得无厌，是贪得无厌哦，哦，唔是讲哦，讲啊，日日啊做啊，你这人无够得嘞，哦，唔是安尼，哦，伊是贪得无厌，他不为外在一切的对错而影响他自信本来的清净，哦，那一种啊清净无碍，哦，的迄个自信。因为菩提自性本住清净嘛，哦，本住清净，伊就是坦白无染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哦，当你处于业欲因触欲因的当下内底，你不起疑念，你不是四心用事，你保有佛他本来那一种清净菩提自性的当下，哦，那当然这个是功业。啊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讲伫人生道路上，我面对人事物的内底，到讲彼人拢着着好个，着着着歹，到彼人无啦吼，一定着着好啊，下着着歹啊，下啦，哦，无彼人，我安尼无，我着真正真退化哦。伊今仔讲，一定谁来做我，就我无落去着着歹，哦安尼，哦安尼着着简单啊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。也就是讲坦白无染，哦，
已经等于肉跟畜六尘的当下，遥遥空别，泛不起一念。哦，他保有他本来他的良知良人用事，一波无聊，哦，一波起无聊。所以这说在呢，咱来甲想，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即使合一心想，哦，合一修禅，敢唔是交你的修想感觉？啊，你看到讲的修想唔是？找一个所在嘛，是你行住坐卧六根处六尘，伫你交世间人来讲的当着人事物的当下内底，四界外你都是一心，这个叫禅定。哪里来个修想？我刚刚爱来找一个所在，我来修想一下。你讲有想法，但是你得爱交人哦，安尼哦。六根赤六尘的当中，我阿掉人家去崩掉，所有人事物当中，我都不哪里的禅定境界是最高禅定。阿弥陀佛，他一心得是如如不动，得是究竟解，哪里有是不可理喻？哦，啊，所以说你那是凡人雕用啊，你我嘛看我家己对唔住，阿但是变那改变无得，唔是为用家己那是。所以讲吼，这个啥呢？坦白无当，其实这个是咱要登本法门的根。啊，咱这个是这个所在的用根，因为咱无够坦白无当嘛，哦，都自己都还有一点点的点点点嘛，哦，啊，咱这个是被安装法啊，修法啊，修，哦，啊，那得如来如意，如来如意，到最后归我以圆佛陀光灼灼的自性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是。翻本翻还的功夫，所以你的功夫下到哪里，你就会成就到哪里。我不管他怎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安装。你的心都不要紧，不要，你爱呼吸，你爱呼吸，哦，你忙我拢无解，哦，安尼哦，你心在讲的，那边那刚果变静。哦，阿弥安怎呢？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降伏其心，卖拢用这个语言啊，这样我人家不会知道。哦，啊，你有法度以你内在那一种的，哦，那种心品、心智的德性，你去感动他，唯有就是阿弥陀，阿无变咯。真正讲就是阿弥陀。哦，啊，咱若如果讲哦，会当慢慢安尼修持。就能得意，阿就应念心，如来如何心，如来心如清，如何对立？你今日人的心较济，你若常常叫人对立，你叫人今日是恶缘，你好的因缘就会减少，是不是？哦，顺便呢，咱得变个叫人，咱变变好缘，唯有就是不要去对立，你知道吗？卖讲不对立啦。你有对应的小孩吗？哦，啊，安尼当中呢，你要原本就有苦，所以讲呢，就是啊，人甲人之间，哦，啊，就更加从你公司来讲的，哦，为了讲有小钱钱，啊，那我们今天休息，我阿都想讲吼，当然以后的成就的成就，甲你唔知啦，哦，因为咱人咧做事，天咧甲咱定断啦，对不？唔是讲，我感觉我后界成功。你家己点解嘅表现都未使，但是你做要上天就唔使怕咧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哦，咱变咱讲，伫人事物当中，我们尽量慢慢的，要如何给它趋向越来越圆满？所以当叫人共结善缘，善缘越多，我们一切的恶缘对立就越少。啊，咱咧我们给如来如意，啊，如来。你修你的目的甲宗旨，甲如何会出来？哦，咱问修行者，一时者，一时者，一时者，何物者？何物？当时吼，伊以修行的宗旨来看起来，好像跟道修道的宗旨好像是是缓急道而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安尼话咧，以后那讲起咧，那些修行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要安怎讲？当修行的内底，种种都会当慢慢的哦，按、啊、修定点心，大家比如修如意，如何如意。
无毛病。你若无无无脾气无毛病，你家己必死啦。对啦吼。哦，啊有人遐在讲伊蠢啦，啊有人遐在蠢吼，啊咧蠢在家己个啦。为啥物人叫咱叫咱对咱有意见？因为咱哦，咱个性可以上过到边个嘛，无条件嘛。哦，啊无先讲叫太太上好个，会讲讲伊拢袂当水果，嘛拢当水果消化嘛会好啦。哦，啊你若拢无脾气无毛病啦吼，啊你敢会消化会消化，含咩嘛就咩啦，嘛拢消化啦。啊，阿你该凑着人间哦，人间的幸福一定会嘛。哦，啊你来人间的幸福有得，当然你一笔来成就天道，那就没有问题嘛。哦，咱修行是欲愈修愈好，不是愈修愈对立的。哦，那这样就不好。哦，那当然呢，搁再来讲真修者，真修者来讲呢，哦，非悔改。不欺欺性，哦，就是我心平，哦，心平和乐之间，一个和乐修者。当然嘞，伫迄个真修者来讲，个戒不是讲，不是讲无戒，免戒啊，不是这样。戒是伫你初初的时阵，伫咱还未进入到最佳的状况的时阵，当然戒一定要先来戒，因为咱的毅力不够。哦，但是你有改啊，当然你会慢慢降服你的心。哦，你有改了，我就较唔敢去触犯嘛。哦，是因为有改。啊，你若无改，啊，有改较好，无改较好。啊，唔改你做艰苦咧，敢会？你也会使，你也会使。来讲假说先啦。哦，你无改内底啦，改。哦，但是啊，吼，我哋无改。感觉要修要做事，有遮侪困难啊！但是，今仔日你其实是头前个界，到最后变做你这个界，你习惯在过前个，你到感觉你即摆咧是界，你是到汹涌哦。安尼吼，咱咱若无，咱若无入即个真好关吼，啊，你修即个好界，你所依附啊，啊，毋是咧，卖念好界界个。伫迄个遐个在遐个在当中个时间过过去过时阵吼，迄个界就无用啊，因为你习惯，习惯就是自然嘛。哦，啊，你着你虽然甲你界啊，你袂去犯界，伊安讲，你已经降伏其心，已经塑造你是一个修行人，所以迄个塑造蛮重要个。迄搭咧塑造，哦，像我迄个阿孙咧吼，四个外岁吼。啊！伊袂晓来拢，伊不管拢爱去练，因为囡仔出世，囡仔应该拢爱练。你看，迄手拢一定爱甲缩下来嘛。第一，其实是硬硬的。伊袂啦，手甲硬硬的吼，哎，太单了。啊，你若甲缩下来好，伊个手甲会硬的。安尼吼，啊，即摆袂，迄较细汉，安尼拢无问题。即摆大汉吼，如果自在吼，伊会愈宽宏，你知道吗？伊好嘛，伊就愈会习惯嘛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其实咱有改，啊，咱真爱一定爱修改。咱真无修改，后改换改。啊，咱真若修，咱真若修改，其实以后你会换错，伊嘛就是安尼啦，吼，你讲。今仔日，哦，今仔日你若无修这个改，好掠去。无修这个戒，你足自由嘛，对不？伫社会为所欲为嘛，哦啊，唔过因为你无修戒，互人掠去你关到戒，伊是用一根刀仔来甲你戒掉的嘛，安尼够解讲，佮较艰苦嘛，咁是安尼。我真讲个，你听听听，哦，因为你家己唔戒嘛，我想讲，只要我喜欢你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嘛，对不？我不喜欢就来甲臭人。我来个方便嘛，你无修改，还是你无修改，你用我来修改，欢迎嘛，啊你够有够好，啊你今仔日，哦咱拢有修改袂袂使，咱无是爱来谈，袂使咁笑，袂使咁偷，你修改嘛，你够爱伊用我来改，变嘛，啊你对啥改较好，咱即已经改到无感觉改啊嘛，对袂咯，哦，啊所以讲自然语言。
所以讲咧，咱头啊修改，咱咪叫结果嘅，后改你敢爱轮回升起，你不用轮回升起。所以讲咧，今日做事情靠无改，哦，你断绝了迄个因缘交合，你会当达到超自了。你不修这个无改，你去叫人，叫人去结果嘅。我讲咧，你好嘛吼，哦，杀生海绵的龟，你不修改，你个杀生海绵，你后改，唯有就是。不让生死，啊！所以讲，你咱咧修改，一定嘛就讲为了以后会当 OK 啦，吼。所以改咧，改咧，能改不掉，哦，改不掉。因为你若讲一个改的话咧，其实有当时啊，咱迷失去。其实咱知影，咱内心知影对对不对。不过，伫记忆引诱的当中，有当时啊，咱会把咱的意义引去断掉，断掉。哦，咱若讲开到好钱啊，只要比较就在断掉。哦，啊，你无法度开到无法度，这个信用嘛容易断掉。因为我真无白菜袂使啊，啊，白菜你就无信了嘛。哦，对无？啊，不但讲到外信，拄外信的咧。哦，我想讲有一间公司哦，啊，敲电话来，伊就甲我报啦，啊是伊就安尼好伊啊。哦，啊就甲我讲，较早无我住迄间公司哦，迄个。所以讲，君子义于义，小人义于利。你若重利，就无义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人要爱有情，搁有义。伫你个内底，你爱有义，咱人才会持义，你敢知？你若伫你个内底失义，当然你个人生无义。信用坏，失信搁失义嘛。哦，当然利益来讲个袂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因为了本地啊是意义，啊，咱进行是讲过年唔拜，啊，即摆拜啊，爱慢慢甲顾下，哦，唔是讲失家了啦，吼，你若是百分内底了，已经开三十分去啊，你即三十分嘛爱慢慢甲顾下，对无？哦，啊，你叫做咧修啊，哦，就是咱原本的地方，我慢慢慢接着修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真修者吼，哦，这个是讲啊。为贵改不修，不持性啊，改就是改改了。因为伊咱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人心不精达，不精品，不精品就是你袂当修复你本来的法则。因为就像我讲的讲，因为因地的心哦啊，所以讲的因为咱我讲的修复，所以讲人家人的时间来计都分正啊。等他对啊，哦，有在讲读书的读书的，哎，那你立志当国的当中，哦，前一当国当中的那一种分身就对了。你看那个星球，见到那小弟，哦，你看两两个地方啊，对错的星球搞不好，搞你可能说啊，啥？刚有分身嘛？啊，你就是刚打的心，我讲偏心平，没有心平就是有对待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改，就是因为咱初初哦，也阁无法度达到圆满，所以讲咧，就是咧改，改就是减少了纷争，啊，那无会因贪起道，偷道就无法度讲。诶，这人多千外万，咱讲真啊，多千外万，啊，千外万来讲起咧，哦，伊阮这个讲起，伊是。不太喜欢的，伊咧挂掉咧，连酒精咧咧食薰咧，唔是讲吼，伊咧挂掉连酒精，我开较多钱，用这个方法咧。伊阿是村人哦，伊个台南市，我后厝咧做人应该是拢袂歹啊嘛吼，还可以安，我开真钱，开袂遐济，你是咱咧想啦，你讲我咧开也袂遐济，啊正常三顿安尼食尔，伊嘛袂讲贪图享受咧。
所以讲，每一个人诶观念无同诶时候，人生不止平啊，无是个人生无同款啊，阿咪啊，啊无你都免遐侪钱啊，但是你就是你啊，我懂，我就是讲得不偿失吼，哦啊，所以讲诶，亲人之失发的心，哦，你最近有看到新闻？为着要甲迄个业主先借2000块，嗯，啊，伊讲伊伫咱借呢，啊，咱开始开始，嗯，啊，人大心，你敢借人有借呢？啊，你即款，你要去敢借，人若拄好真正比拄好有借呢？嗯，所以讲咱，人家做些代志，咱也免去，小看尔呢，不是讲真正，啥物顺从大户呢？嗯。所以讲哦，进入这社会哦，所以能叫好好活甲，尽量活下去，家己本命安就好啦。吼安尼，哦啊，所以讲这社会哦，真正唔知你安怎讲啦。啊，所以讲咱这人心愈来愈歹，再接触吼愈来愈侪，这真正是跟你讲的吼，真的讲没有哦，没有乱讲的。所以讲呢，啊，这个你。七月七，哦，阴下，哦，七月就是说你失去理智，你的所作所为所说的，都已经偏离人的这个道理，是，哦，因为已经失去嘛，像你讲，你若真正看你未来，你看你观念，你的安怎，安尼心智的都是有失，哦，啊，你的心智，你的心智啊。啊，心想所做出来就是偏移啊！哦，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大谬，大谬呀！啊，咱真正一个真修者，就是爱持戒，吼、哦，伫阿弥真长的时阵，咱照着戒，唔免三心了着贪嗔痴慢疑不净念，因头啊有戒，甲咱戒掉，啊，咱慢慢，吼、哦，慢慢的当中，你就会死。所以讲，人讲咧，陪你囡仔要求无落去，就是安尼。你要求无落去，未来会走出来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就是讲囡仔咧，哦，咱就变来塑造好伊本身。啊，咱伫修行内底，照解来成就囡仔。哦，啊，甲咱成就了后，达到最后的，哦，啊，改与不改。哦，啊，伫修行内底，拢伫应该。修道人爱去遵循诶，即个法则，哦，安尼才是真修者，哦，啊，所以戒是一个辅助啦，啊，咱一定爱修这个戒，哦。那当然呢，啊，佮再来就是讲转播，哦，系讲功夫下得深，精进不懈，就是咱较多吼咧讲转播的贡献就是修道，哦，他的精神，修道的精神。修道的精神哪有够？其实讲的，你以后要成就是没有问题。那都是做假扮佛的这样子，哦，做假扮佛。因为咱讲有当时啊呢，以咱道场来讲的，哦，有当时啊是行业来讲这个啊，哦，啊，佮有当时啊前面一个咧要求嘛，佮袂要求，对啦吼，哦，啊，点嘛都会当，哦，开班嘛都会当，哦。啊，要清靠法门教，哦，啊，当然嘞，啊，有当时咱做教导官，我们也教导我们吼，啊，你若有修道的，你就会坚持大无畏的精神，哦，有当时咱嘞，哦，要求而已，也许你就，干脆没关系，哦，啊，就是，哦，啊，咱你若讲安尼的话嘞，你别讲会当钻木石，哦，啊，你若发到。钻木的精神，你用于修炼，你到最后你一定会成就。啊，贡献嘛，就讲咱个精进不懈。咱唔通讲哦，我喜欢去做欢喜，我若心情好，安怎做拢欢喜。哦，啊，我若心情变歹，当着逆境，我啥物拢唔参唔做。诶，唔做，唔知是以做啥物，我嘛唔知。唔知是做家己诶，做大人诶，不知道。所以讲呢，咱个精进不懈，精进不懈的讲，真的，譬如讲，你当我咱学习，我咱表面的地方，哦，啊，咱就多少会使，
啊，若讲有为难，会当小可去考去做诶，其实这个都是渐进有限，这个都是我们持续不断嘛。哦，安尼嘛就是讲，你真的功夫下到哪里就成就哪里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这啊壮国来讲呢，嘛就修得一个精神甲灵感。哦，啊，咱伫修得呢，难免都会有点点点，啊，但是咱一定爱依真理。修应该修，哦，唔忙无修，唔是无修是咱家己吃亏，唔是咱的前辈吃亏，咱的同学吃亏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哦，阿门用一己用事，卖一己用事啊，修得这边一己用事，好不好？到底道场也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立场啊。像比如咧做电话拨来，你讲讲讲，阿门得人啊，门得通知啊。啊，道场哦，若讲要用忍，若讲唔修，到尾甲伊通知，袂啦吼，袂通知啦，都异常嘛，哦，所以就唔要我大家了解，唔要修菩萨呢，哦，所以道场也没有异常，哦，啊，不过希望你讲，你不仅要来，你家己爱护家己异常，你自己挑战自己，以后成就也是你家己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个无相状态讲咧。苗是苗在平常的日常当中，就是讲在咱的真道方面，哦，在咱的真道方面，啊，在咱的平，诶，在咱的真道方面，在平常的当中，但是平常的内当中要做，就要做，因为咱可能接受的人足蛮济嘛，点点滴滴嘛，哦，啊，因为面对的遮尔济人事物，啊，你要有法沟通，系这个文艺音乐，哦，不简单。哦，不简单。哦，啊，不过不简单内底，我们咱一定要去成就了有这禅的修定，那你自性本来所具有的德性，你恢复会得来。哦，这个是做人的道理。哦，啊，做人的道理来讲呢，哦，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比较来讲，出世者必先尽世间法。如果咱今天修行修修以后变成。哦，就来道场做做好就好安尼。哦啊，度人哦啊，度好就好啊，啊，逐项拢做做甲做好势。结果断气的时阵呢，结果呢，哦，对是大人无好，对兄弟姊妹无好。哦，你人道该做的你没有做到，只有来到道场，所有都做到挺好。以这个来说，要出世一定要谨慎当法，你要先去圆满的。所以修道的境界观，自心公平。就是爱德是伫日常诶生活当中，所以讲咧，咱伫道场讲诶，讲先讲讲在佛堂生活到在家生活，毋是真修行啦，你就不是真修修行诶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哦，因在甲咱讲哦，咱一定妙在平常当中，啊，你对你这个文艺音乐，这最难诶得意。自然的得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这所在就是咱修道的根本。因为安那讲呢，哦，因为要成就的东西，咱入场当中，哦，那边呢进到我们的孝，哦，啊，咱的这个啊，这个啥呢？这个兄弟之间在地的这个和睦，朋友的心，哦，以心呢，这个是咱。修行一定要去把它流露出来，哦，这个是咱修行的根本。那么呢，修行根本当然呢，一个重点就是爱先去找到咱本来面目，尤其是伫即马啦，哦，都讲些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咱啊了解到根源了后，咱要也爱主动，爱去正念啊，哦，爱去自念啊，啊，得有缘的甲来念。哦，有外功跟内功，啊，这咱一定要会。唔知咧讲修，哦，咱已经得着道啦，有啥物去修？哦，就是要主动要会的啦。哦，因为咱的拜的古迹就是咱的古迹哦，啊，是安尼，会使咧讲吗？哦，这个是对定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去主动，啊，唔单讲叫咱爱修爱行，把帮助到你行嘛。内修就是家己爱去修。门口不干净，不干净。
该有的善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主道内底贵在修心，伫你咧，你咧集这个道理个当中贵在你修心，修心用心。所以讲呢，咱修的这条路真的有，你讲简单嘛简单，你讲无善嘛无善，你讲有善嘛有善嘞，因为你的气脾气改毛病，啊，这个是重点。哦，你改脾气毛病，咱嘛知迄种唔好，但是你改。真正无好改，啊，无好改，到爱改，过在修身，你一定要改。袂当讲我足单硬着改起来，唔过你一定要把握那个伊有迄个目标，你一定要把握那改。咱的脾气变愈来愈少，哦，毛病愈来愈少，做人愈来愈易，会当圆融如化。哦，安尼其实咱迄、那个，咱的路咧，世间的路会愈行愈宽，愈行愈宽，所结的因缘会愈来。所以讲咧，特别再去甲人讲吼，你有时间啊，哦，就是咱一定爱主道，爱去修行嘛，内外双修嘛。啊，内外双修不是讲讲哦，咱今日我有钱，我破时钱了啦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伊甲你讲，哦，非有时间，哦，非有时间，你讲啊，以后能破心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哦，因为咱这道道有有相爱往破心，第一，咱一定爱成功了的，起码就是咱要断念。这是对咱家己，当然伊道场来讲嘞，有影有船无水敢会走？诶，出门车费钱嘞？哦，即个伊去泰国，或是嘛到澳洲，澳洲住滴嘞？哦，真正有船无水免走。哦，有船无水免走，一定爱。啊，咱咧水免安怎？当然会让伊只卖破死伊船哇！哦，当时啊就是讲道场看会看待。创立一些可以哦，看钱的所在不一样哦，安尼吼，安尼起来你就有用，可以看福片哦。那么呢，佛不相待，佛不相待就咱讲的哦，佛法不一样哦，观无对待，他没有对待哦。哎，你将用观无对待，也就是在应对见处主行的行为的，他没有对待。哦，你以心性用功夫，唯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成佛道。这个是哦，化不相待的，这是不变的定力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以这个化不相待的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佮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果然该有，哦，大师变个舍利，哦，不可有待心。蛮多人讲赢钱啦，哦，蛮讲啊，我赚到钱个啦，啊，我囡仔车了个啦，哦，啊，我较有钱个啦，我较安怎个，较安。伊讲个哦，不要有歹心，尤其是你即间三朝普渡，他都空前绝后嘛，你讲要去赚赢钱，赢钱要几多了，凡人唔知咧。哦，啊，那安尼咱没有成功了样的机会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个不要再等待了，蛮多观望啦。哦，有机会有咱做，咱一定爱做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听说依处修行，一定要去成就。这个听说的就是决定的意思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哦，你要一定怎么做？你当下，你不要再等待了，你要有这个决心啊！啊，不然要等两时。咱不想讲我两时两时咧，你用哪会我等两时两时咧？你说他说咱咧怕牌。啊，感谢咱咧拍牌，怎样变咱在代志咧？下一分钟、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变咱在。哦，尤其是一旦出现灵性到我们可以圆满的这个事情，一个点加变在代志。上重要就是灵性，不是这辛苦嘛？这辛苦安怎过？你食两百岁，敢爱死？嘛是爱死啦。但是灵性变死，就是你爱过着你的心性，能够圆满。回到无极一天，所以讲连听说一处修行，会当修得。这个听说就是这一点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啊，你也一定要这样做。啊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啊，你这话不小开。他两个解释的吼，啊，因为家里用的这个高龄一改改水，同样应用在我们三级末节，真的很强的。不是讲我讲讲讲啊。
一届我见啊，一届普渡文殿我转头一届，有跟12,900，你会当抓到这个人心无？无这个人心，你讲袂到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是啊，好些呢，比较台湾营养讲的这段啦吼啊，设备啊，研究啊，咱去过的电视，这个电视片啊，吼，哦，第一次开始啊，啊，而且吼，那讲会啊，或许卖给大家都讲哦，啊，期待啦，哦，真的，那就建议你尽力的嘛，那你讲呢？最后呢，或许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，我们的道场能够成就。哦，那你泰国可以改祝福哦。你都可以下去。哦，你也改祝福，我今天祝福真的是安心啦。哦，祝福掉的时阵，他就是这一种的。所以讲，吼，因为恁做爱人父，伊来去甲非常报喜吼，啊，嘛是讲，啊，非常好。我讲，我较慎重，我去甲父。啊，第二个是就是痛感，我接受，接受意外事。所以讲，是做爱人。啊，一般啦，我啊，别这个要求就是，不能让自己。人生变两次，都有的。啊，这里我讲。大奉行体。感谢黄点传师慈悲前到玉吉宫，尊到玉吉宫，地方向吴吉老母行30公里前到玉吉宫，在吉宫，三吉宫，感谢黄点传师慈悲吉宫，尊到玉吉宫，在吉宫，三吉宫，感谢黄点传师慈悲吉宫。十架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到一宫，在极宫，三极宫，十架前点的极宫，十架后前点的极宫，放下黄点传师一宫，分到一极宫，在极宫，三极宫，十架前点的极宫，十架后前点的极宫。送下黄点传师一宫，各位同学，谢谢。